我后面我会就根据节奏得，好，我不唱的，就这地方我不想要那个啊，因为我觉得好没必要。OK，对，这个地方就是我又不想唱。哦，好啊，就是一二三四。对，然后您在最后就是个尾巴。OK，好。然后我就是你过来，哎，是我的心。OK，好啊，可以没问题。所以说唱有点为难你了，sorry。是，还行吧。实话，所以我就故意去又学了他的，录到我，但我真的很喜欢，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。他那个劲儿挺逗的。然后最后湖南话会比较搞笑一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因为我憋住憋不下去。好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就需要这样的，因为我们这胳膊就是有去玩的。对，也不是去干嘛。哎，那歌实在是词儿记得稀碎，我就还怕唱错呀，我的妈！是吧？还是
活。但是真的哇塞，就是我就虽然就只看过两次，但这就是我说的真的，就是你看完就觉得这个就会无论你在干嘛他都会把你抓过去。灯光灯呢？对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刚唱完那个副歌吧，对，然后按着，然后突然，有对，有，是会奇怪，这个奇怪，我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就周深，我们唱第二个副歌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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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3, 2, 1搞错了，再来。3, 2, 1 Great, excellent, amazing. 现场反应。哦，这个好重啊！哎呀，过来了。这是个啥？你们怎么弄的？